跟你差不多呢，要待就在这儿好好待着。 过瘾，谁入梨园行？铁扣铁主任的老婆一辈子爱演戏，把自己演成了丹麦人。不成想今天却遇到了另一个演戏的。哎呀，你俩干啥？铁主任在吗？我还寻呢，不知道死哪去了。 电话都关机，在这这，我把被窝也抱来了，省得到时候我走以后你还得拆信。哎哎哎，你这干啥？哎呀，你干啥？你出去！不是我手里那电话抓得很。哎呀，你出去干个活没拿着钱，十几口子要住我家里呢，我不来这儿我咋弄呢？哎呀，你好，给你听，肯定是关机。 我还个哄你了，呀，当面怎么别怪我呢？我就在你这儿躲个几天，等啥时候这给我不要钱走了，我就回呢。哎，你铁主任平时也没少给你拿活吧？把你个没良心的、没良心的东西、没良心的，你给我来这一套啊！你没良心，哎呀，你拿来，你拿来，你工作上的事儿你拿外头说去，这是私人住宅，我可跟你说清楚啊，在丹麦。 私闯民宅可是犯法的，你拿来，你容易不容易？你也不能给我来这一套，哎呀！